么太难了。孙俪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跳舞的视频，虽然穿着休闲，但是涂着大红唇翩翩起舞也别具魅力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卡点也很舒服。不过由于舞蹈动作做得太卖力了，孙俪竟然把裤子都给跳破，甚至自己在网上自曝十足可爱，不说小伙都没注意到呢。孙俪老师什么风格的舞蹈都能跳成自己的味道，前段时间更是露出小蛮腰跳街舞，明年乘风破浪的姐姐没有你小伙可不看呢。